弟弟找我们开会的时候嘛，他都问了，他都问了说，没事，你说。他问了说那个什么，说那个提成那些怎么算的嘛？所以那个时候他说，他后面开完会，好像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跟丽丽说，他说想找还是找他聊聊什么的嘛。然后那个时候，那天刚好是。